行业里面最好的朋友是谁？宋伊人。就问问是谁的浆液 DNA 动了。Hello， 哇、wow, 欢迎。在这个行业里面最好的朋友是谁？宋伊人。丽姐让我来桃花坞，主要是想说让我来散散心，多交一些朋友。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我好朋友宋伊人。Hello。然后是这样啊，今年咱们在桃花坞里面呢，就是会有一个东西叫桃花币，对，就是里面的钱。我们的钱。新屋民就是刚来呢，会给你们100的那个桃花币。对，宋伊人你就直接上交给我就行了。为啥？你那儿理财是吗？对，我就帮你就那个赚了，帮我挥霍了。我就帮你挥霍了。Yo， baby。哎，弟弟，你黑了吧？我太黑了，我在三亚待了一个月。我觉得孟子义瘦，你真瘦了。还是你最厉害，我瘦了很多，我现在都不到100斤了。咋的了？你这两天啊？就是太想你们了。我就猜到了这句话，我都猜到了。孙然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吧，爱不爱跟你任敏聊了啊，这个是那个孙怡，哦，孙怡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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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鸟鸟，然后辣木，孟姐不用介绍，雪晴不用介绍了，那倩姐宋倩，倩姐，然后汤姐汤金妹汤姐，然后那是敖瑞鹏 ，Hello， 然后那是周一围老师周哥，见过了，拍拍，哎，怡人你好，拍拍你好，这是汪苏泷龙哥，OK， 没了。很草率的，你坐会儿吧，很草率的结束了。哎呀，还住这儿，宝贝儿。哎呀，宝贝儿，哎呦我的宝贝儿，哎老师好，你好，老师好。我总先跟我姚二宝一下，先跟我姚二宝一下。哎呀，三三老师小美人，哎呦你是叫那个宋伊人，宋伊人，哎呦你好漂亮啊，小宝贝儿。哎呀。佳佳，你怎么穿那么好看啊？那儿就是小宋伊人，是我好朋友啊、哦。我们以前一起拍过戏哦。对，这国艺老师，你要是他好朋友，就得跟着他叫我哟。老海，咱别晒了呗，进屋呗，有行李不？哎，你瞧儿子这情商。哎呀，我们太熟悉这儿了，就是这种感觉哈。这儿就是梦幻的一个地方。你说要以后咱俩以后就老了录节目，是不是就他们俩的呀？是差不离。带你们去摘菜啊，走吧。你是上车还是走路？上车，你们都坐车，我跟在后边跑吗？他走路。啊，他走路。嗯，来吧。我也想开一下。我开。你别开，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你别闹，你回来你看，这下坡，回来你看。就出卖我的爱，这时候就该放一个小音响、啊、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，灿烂的云啊，我跟江叔比起来那么黑，我和你比起来我不黑、啊、他太白了、啊、你白过吗？我白过呀，我不黑，我是因为被他蹭的。但你没有很白。我白，你看我白。但你没有那种就是雪白的那种时候吧？我跟你比，我挺雪白的。你是。下车吧。哟，穿防晒服了，有招啊。啥呀？小白菜、青菜、小青菜。这种了多久啊？才成这样的？这个半个月吧。半个月。对，这就可以。我直接拔就行了，连根拔起啊？可以，如果可以连根拔得出来的话，可以。喂。有。
Baby come on， 是谁在唱歌？ It's me。 你是来摘菜的吗？还是来唱歌的？我来监工的。温暖的节目，你多干点这活儿，我去年都已经拿捏了。摘两根。给，两根。我感觉够了。是吧？嗯，这手上这点再聚合一下够了。走吧。走吧。你不是让我开回去吗？我开了。行。来感受一下。这个是油门是吧？那不是，那个是刹车。那不用油门啊？油门是拧。哎，对。啊，然后脚踩着刹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走吧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今儿哥，看我开的不错吧？还有。哎，加油加油！没电了，是吧？行吗？不能够啊！耶！下车。真的没电了。你找方向吧，你下去推。下去推啊！嗯。啊？推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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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不行，推不动，我只要一松刹车我就往下出溜。来点油门呢。哎啊，这样走啊。又不行了。你是不是松了？你踩刹车，刹车。你使劲让他倒退了。下午还要运动会。你知道 我来吧，你知道咱俩是怎么输的吗？你别动，你正好方向盘当电梯了呢。哦，我说你用核心肚子收紧。对啊，核心，然后收肚子。哎呀，一种推石头上山的感觉。我对不起你们，感觉没有，跟你没关系。这车的问题跟你有啥关系？哎，他为什么又行了？到平路过去，记得刹车啊！啊！大爷，不要一下子冲到房间里面。可以可以。来，玩个游戏，我们仨来，每人放一个谍道，看谁倒。行，来吧。幼稚。每次都要露出这种不屑的表情，但每次行动上又很诚实。那每次就是输的永远不是我呀。输了怎么着？20个俯卧撑。你就10个下蹲，10个俯卧撑吧。10个可以，10个。来吧。你前面不随便放吗？故意的。这个真的有点坏啊。这么快就不行了呢？能不能好好玩？就玩点高垒高一点。真的，这得是有点桃花币的家庭才能玩的游戏啊！对，好坏啊，王传君。坐，坐坐坐坐坐坐。Can you feel me？ 啊！开始。谁干嘛？你。啊。下去点儿。哎。四。五。你先吧。来吧，给我抽个机会来。对着人潮汹涌，这把也玩得太细致了吧？没有，我刚才就是大开大合的感觉。危险，危险！啊！没问题的，可以。别碰到桌子啊！别碰到桌子！别动，别动！
Can you feel me? Echo. 哎呀，好想动弹一下呀！哎呀，没这个机会呀！哎，没有这个机会呀！所以你俩认识多少年了？2018年，现在今年是2023年嘛？18。去年的时候我问他，我说你在这个圈内最好的朋友是谁？他想都不想说的是他，我当时还一惊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刚进剧组的时候跟宋轶然认识的时候，他就说什么晚上有个 party。对，然后我就去了，我想那刚去剧组嘛，给大家熟络熟络嘛，去了过，然后特别贴心的，他房间有一个泡脚桶，然后他就说那个拍一天戏了挺累的吧，泡吧，给你水都接好了。然后我说哇，这这么贴心的吗？这朋友都好贴心，仪式感特别强哈。我二话没说，我袜子一脱，我就想去泡来了，泡了出来过，结果就是一个房间的演员们就欢呼了，耶、因为那个泡脚桶里面的水，就所有人都泡过一遍。大家都是一起泡过脚的兄弟们了，那可是一起得过脚气的。哎呀，我上飞机啊，就知道我和咚咚咚咚咚接到消息，他说：“哎，听说你跟孙云仁一个飞机啊，哥，他真的很胆子很小，你照顾一下好吗？”弟，反正弟弟给我发消息的时候，我当时就有种托孤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托孤的感觉，好细腻啊，弟弟。弟弟对朋友还是非常好，特别。硬气，说一就是一，就是这样子。哥哥，我干了！命令的口吻，哥哥，你帮我照顾好。哎，我以前不这样，我现在真的好怂。对啊，你以前不这样。但我刚认他的时候，他真的就是能量很足，就很像个小太阳。现在就很丧，就现在就太丧了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问题吧，反正就不喜欢自己，就很讨厌自己，就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。因为以前我觉得我可能太过于膨胀了，就是很喜欢自己，觉得自己好开心好幸福，然后后来突然间又觉得哎，好像不是这样的。好多人跟我说过我也会面临这个情况，就是那个情绪一旦过了之后，你又很容易接下来你找不到更高的，就是你峰值和那个最高点，对吧？永远不可能是这样的嘛，但是就是这样的。但是你这样下来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是最难受的。我已经需要 after party 了。对对对，很多人会担心，就是说你老是给予，嘎嘎往外给，但是你自己总得有个东西去干啥嘛。然后一旦说你自己没找到那个能让自己去吸收的那个东西，就是会感觉到哭了。人生当中很多不开心的事情都是因为想太多了，但是我控制不住。我以前想的很少，我以前也什么都不想。滑坡效应嘛，就你想到一个不好的事情，然后你接下来想更不好的事情。对，当你出现这个的时候，你只允许自己想到第一层。对对对，停止你的念想，专注一件事情。其实我那个时候来的时候，就是比你现在情况还恐怖。他都不说话，他天天看鸟。对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。可不咋的呀，一个人坐在那看一下午鸟。后来就交到好朋友了嘛。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气场就是很治愈，所以我喊他来桃花坞嘛。他说我来散散心。小敖，他们队太强了，我们仨一定要先找他，行吗？你俩行。你别相信他们，我把他们好了，先找他，还把我们拥抱了。不是，他是我们两个都是我们家的，我们身上都是有。啥意思啊？就你不跟我们结盟是吧？结，这把结。这把他们三个要打我们一个。好像的。倒数，结盟，来吧，一起。2、3、4、1。开始，来吧，一起上 ，Let's go。从后面上吧。感觉在包围我们的区。来吧，好朋友，去这样。对，你这样对。呀，为什么不弄？哦，他们三个先把弟弟。对，他们还挺有盟约精神的。走，往那边走。哎！
地里太激烈了。大魔王，快上！走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来来。太灵活了，他又像猴子一样。暴露了，暴露了，暴露了，暴露了！哦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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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呦！爹妈，爹妈！哎呀，还在继续呢！哎呀，哎呀，你们救救我吧！哎，你们救救我吧！哎，我们把你们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啊啊啊啊啊！那好好好好，各剩一个球，上上上啊！不然的话剩，包他包他包他，没办法，他们现在分，他们现在分是最多的。我来了啊！太激烈了，这也太激烈了。啊，我们算是进入决赛了。跟他们保持点距离。宋艺人已经不行了。加油，艺人！没事，跟他保持点距离再退。我能退，我能退。啊，对对，咱们侧面。能不能侧面来，不能正面扎够，不能正面，不能正面，不能正面。啊！游戏结束。